今天是2020年6月14日，森歌团队举办三峡满月园国家游乐中心，我们一日游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集合，现在时间是8:30。好，我们今天带队42位。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是非常棒的，我去年才来哦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中枪有拿了啊！来，各位，现在没有拿到东西的，赶快可以回去游览车上面喽。来，因为我们是团体活动，所以各位不用紧张。有门口那边有哈，所以不用紧张。森哥去年才来，哎，印象很深刻。对，黄雨竹上礼拜才来。你看今天天气多好，对不对？阴天有风，太棒了。来，后面还有人吗？还有哈，好来。还有哦。来，各位的登山杖，好，现在准备好了。还有三个人。不过这边的行程哦非常好。还有一个人。不高了。各位一定要慢慢的走。有吗？这边非常多的。没有吧？负离子、分多金。都带点回去，我们今天是来散心的哦。我们今天待会我们要去游客中心那边跳广场舞。后面还有人吗？乐凤没有了。好，没有了哈。好，来上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去老环通演出开始咯，起步走。很久没有唱，忘记了哈。满月园这条路哈，这个都有树荫，完全晒不到太阳哦。好了，开始走喽。我们现在要到门口。我想买一个。门口那边可以照相。我想买一个嘞。不要跟我动啦。我想买一个嘞。那你就去买啊。支电池的。哦，那个很大，那个风很大，超大。我们已经再买一个。